谢谢主席啊。主席，各位先建议本委员赖世宝、卢秀燕等21人临时提案，根据现行儿童及少年福利法规定，业者对18岁以下未成年者不得贩售限制级的书刊供其阅读，为销售管道甚为多元，除实体店铺外，各类的虚拟通路业者也借由各式数位媒体管道供未成年线上试阅与贩售，显见政府对限制级书刊落实图书的分级与销售管理仍有未当。有鉴于此，原提案建请新闻局等相关单位评估与研议对限制级书刊采分类销售管道方式之可行做法，限缩未成年读者接触限制级书刊的管道，以真正落实图书分级与律法意旨，是否有当建议公决？